哎，刚刚是开玩笑哈，对，好，那我们看哈，那基本上，如果你没有，哎，我相信中油应该，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志向或者那种远大哈，你们是纯粹拿来用，还是想动手哈？那动手改的时候就有 macro 跟 micro， 对不对？来，知道 macro 跟 micro 的差别。是网络架构，那网络架构有所谓的 macro 的架构跟 micro 架构哈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就要讲 macro， 然后再 micro， 可以吗？好 ，macro 架构是指层跟层之间的连线，怎么连哈？连线就层跟层之间的连线，可以吗？哈。Micro 是讲我层里面那个层里面做什么运算，我要用3×3还是5×5还是用 pooling 还是什么？这是 Micro， 了了吗？好啊 ，Macro 是讲我层跟层之间的线怎么连哈。好，那就是 Macro 哈。好来，那我们来看 Macro 哈 ，Macro 架构哈。那 macro 架构，例如就是你有几层，然后怎么连哈？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 macro 架构。就刚刚我们把2012跟2015的哈讲完了，接下来要讲 residual net、dense net 哈。那其他的都被淘汰的哈，就是洪水里面都被淘汰的，随着时间就被淘汰掉了，可以吗？哈，好。那 residual net 起来，它就是这个，我前面有导过哈，就是有哈，我就跳过去了，我这样就可以很快了，记得哈，之前数学很多啊，就是好，就是我这导到最后是说会有一个数学式子啊，这个会梯度消失，对不对哈？然后梯度消失的话，一个是说我一直乘。就是做一次微分，一直乘，一直乘。如果微分值大于1，就会梯度爆炸。那如果绝对值小于1，会梯度消失嘛？对不对？那唯一好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让它等于1嘛，对不对？对嘛？记得有件事嘛？哈，等于1是哪一个？猜一下，等于1好，就是刚刚讲哈，如果是小于0.99，一直乘下去就会得到0哈。那整个梯度消失，就是因为我们选择一个 sigmoid 就是一直乘下去，它的微分哈几乎小于1哈，所以一直乘下去会消失掉。所以解决方式就是让它的积分函数微分等于1嘛，对不对？等于1就是线性上去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细胞的特性小于某一个门槛没有激发就是0嘛。所以就是 RELU 哈，所以基本上一个 solution 就是 RELU， 对不对？啊，第二个 solution， 这个公式嘿，第二个 solution， 哎，我相信你们想睡觉了，我不只是想睡觉，我脚也很酸嘿，对嘿哈。因为我才跑完万金石马拉松，有没有人跑？我跑42公里的，哈，42公里，我礼拜天还要跑一个海峰，哈，有没有人是苗栗的还是新竹的？桃园有没有桃园的？我要从桃园跑到观音，然后来回跑两次，哈，就是礼拜天，嘿。来，那另外一个 solution 就是中间加个 alpha 哈 ，alpha 哈，加个 alpha， 那 alpha 设为1，那等一下，还记得吗？如果我记得，我就可以跳很快；如果不记得就好。有印象，就 alpha 设为1下去，因为我这个微分下去哈，我这个微分下去就是这边就是1哈，可以吗？哈，就1。
那所以这就是 residual net 哈，好，就是 alpha 等于就是 residual net， 那就那 ILU 的问题有两个问题。两个问题，嘿，对，还有呢，在零的地方没办法微分哈，好，没办法，但是它好处就是快速计算，然后符合我们的生物的观点哈，然后可以解决梯度消失的问题哈，好，那 ILU 这样哈，对。那刚刚讲的话就是它的没有处罚，所以它小于零都是没有梯度齁。那就是有 liquid 的 reload， 这些都讲过了齁。啊，这边就是 parameter， 这些就是我加指数下去齁，那会比较好。这个这有讲过吗 ?SE, scale,没有，它就是这边是解决有惩罚哈，就 liquid reload 是有惩罚 ，liquid reload 是有惩罚，但是它这边没有解决 continuous 的问题，这边没有微分的，那所以 exponential 的 linear unit 啊，就是把这一块哈，把它接一个指数的哈，那你可以看非常简单哈，自己等于零的时候就等于一，所以它刚好可以。接上去就是做微分的结果是一样的哈。好啊，这边的话差别就是我再把参数方式放个 lambda 下去去做哈。好，所以我赶快了，因为我那改上去就 switch 跟 mesh 这些都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些都讲过了，对。